哎，怎么了，涛？啊，感觉你好像挺闹心的呢。还不是因为工作的事情。你说我一个从台湾来的应届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大陆找到工作啊。哦，你是因为工作的事闹心的。哎，不过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，你看啊，说是现在啊，为了方便台湾同胞在大陆应聘工作，已经开始推动各类人事人才网站和企业线上招聘系统升级，支持使用台胞证注册登录。所以啊，你根本不用担心找工作的问题，慢慢来，没事的。万一在大陆找不到工作，那只能回到台湾了。那回台湾不也不错吗？话是这样讲没错了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回到台湾。在我爸爸名下的五星级米其林餐厅当总经理，我也喝不惯8年的拉菲，我也吃不惯三分熟的 Wellington 牛排，还有那个 Ferrari F8， 那太快了，我的小心脏都受不了了。哎，大文，你去做什么？哎，